命具，器材上面。今天那个郑文灿先生哈，今晚已经进入我们的看守所里面了。由于他是禁见被告，所以说我们会安排三位比较案情单纯的被告与他一起同住。那他今天因为他已经吃过面包了，所以他并没有吃我们的准备的晚餐。然后他晚上呢，他有准备有买他的寝具，包括了棉被，还有凉席，还有枕头，就这样子。那他目前的身体状况呢？他有带一些慢性疾病药进来，服用三天，情绪目前平稳。自己听到这个消息，会不会觉得说很痛心吗？痛心哈。对，那你以前是教他哪一个科？导师，理化。导师，他以前考试在班上都是第一名了哈。全校第一名。全校第一名哦。所以在巴德国中的时候，就是很会念书的，对。还是让他好好的加油吧，反省一下，加油吧。对，要给他期许一下哈。可以了吗？对对对，好了，可以再讲啊。等一下，你再进来，你再进来。好了吗？好，可以啊，请。我直接讲吗？对。好，各位记者朋友们，大家好哈。今天那个郑文灿先生哈，今晚已经进入我们的看守所里面了。由于他是禁见被告，所以说我们，但是呢，因为了维护他我们的设防的一个秩序哈，还有他的安全哦，所以说我们会安排三位比较案情单纯的被告与他一起同住。那他今天因为他已经吃过面包了，所以他并没有吃我们的准备的晚餐。然后他晚上呢，他有准备有买他的寝具包括了棉被，还有凉席，还有枕头，就这样子。那他目前的身体状况呢？他有带一些慢性疾病药进来哈，服用三天。那明天的身体状况，我们会视他的情形状况，先做健康检查。有需要的时候，我们甚至可以安排一些医生来帮他看诊。哦，这本来医院就我们的监狱本来就有固定的医师会来看诊，健康检查都这样子。好，以上不知道各位还有没有什么建议还是想法要请问的？他的情绪目前怎么样？情绪目前平稳。进来的时候有特别讲什么吗？还是他就是没有？有没有跟他的同住的人有互动之类的？还没进去，因为他进来之前会先换上我们的先减身，然后换上我们的会先灌洗，然后换上我们的衣服之后才会进设防，所以说刚到没有多久，可能还没有进去，先这样子。嘿，那可以知道三位那个老被告的案情大概是什么？单纯，就是单纯案情。什么样的类型？涉犯的案情，伤害有诈欺的、毒品的，嘿。大概是这样子，单纯的案情。诈欺跟毒品两个，两诈一毒吗？还是什么？稍微详细一点，大概。那详细哦，两诈一毒 ，OK。两诈一毒。那还有没有什么？就这样。之前他编号的为什么会要改这样？哦，因为编号的部分哦，因为我们是涉及个资，因为我们进来，我们很尊重我们受刑人的个资啊，被告的个资。凡入进入我们监狱的监狱看守所部分，我们会填写一个是否泄露，是要不让他的讯息给他的外面朋友知道，或者是要广为周知，但是他够不愿意，所以说他个资我们不方便泄露，所以说会把上他每一个人的个资，在矫正机关的个资，我们都不方便泄露。那还有没有其他的？因为他只有吃面包，没有吃便当。他吃饱了，他说吃面包吃饱了，他说不需要吃我们的便当了。嘿，对，他几点钟吃面包的？不知道，他只说他吃饱了。哎，只能知道这些。所以便当留给他，他就收走。便当他不吃，我们就收走了。哎，因为那个夏天热哈，那个便当放着也不会生，所以说不会放太久。哦，对他。今天晚上几点钟会熄灯？九点。九点熄灯，我们基本上九点熄灯就会就寝。所以你说那个编号有改，没有改成几号？编号
他涉及个资，我们不方便泄露。我刚刚有提到了，我们保障收容者的个资，除非他自己愿意泄露给，就让大家知道。所以说，我们基本上不会泄露所有收容的个资。所以他有带什么特别的东西吗？没有，都没有带任何东西。那还有没有？好，各位媒体记者先生，谢谢你们，好辛苦了。自己听到这个消息，会不会觉得说很痛心啊？痛心，痛心吼。对，那你以前是教他哪一个科？导师，理化。导师，巴德国中的导师。哦。他以前在学校，你现在学校应该是很优秀吧？我要来散步了。好。太敏感。他以前考试在班上都是第一名啦吼。全校第一名。全校第一名哦。嗯、所以在巴德国中的时候就是很会念书的，对。还是让他好好的加油吧，温习一下加油吧。对，要给他期许一下吼。那老师贵姓呢？OK， 所以已经退休了。我70多岁。看起来很年轻哎，真的啊，才60几。好，谢谢老师，谢谢，好，谢谢。不管是先前的交保或之前的收押，我们都尊重法院的决定。我想司法独立，我们的权利。谢谢。那会不会意外还是意料？我想这个每个人自己心里的猜测，尤其是看高院两次发回啊，国内就应该有所猜测啊，这个就大家心里面都很清楚。那现方还是检方是不是有继续请市政府提供相关的资料？他会请我们继续提供的话，我们会配合。但是现在这一阵子，我想他们应该目前不太知道，不在这里面。谢谢。谢谢。谢谢。而且他是另外有涉及个资，已经改号了，是吧？对啊。技能问题啊。还是啊。美女剧。问啊，器材上面。哦，谢谢。我是跑一下。